只要镜头拍到他，他总会给我一个让我哇真的表情。下面进入撑腰环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冒险家的初代冒险家孟美琪。我今天的任务是带领冒险计划拿到全场撑腰第一。Party girl 知道姐妹为你撑腰。棒棒棒！我是不管前方有什么，我偏爱冒险的一号大冒险家刘宇。我是来自大冒险家的二号冒险家博远。我是不管未来在哪里，都想带着你们一起去全世界一起冒险的吴海。我是大冒险家的苏浩，也叫天机阿姆。我是从小屏幕来到大舞台冒险的张新瑶。请大家为我撑腰。这组都是宝，撑谁都行。时间到，美琪怎么样？跟大家合作有什么难忘的瞬间吗？就是这个接触的时间让人挺难忘的。就是我是昨天晚上见到他们的，然后我昨天晚上把这个舞学完的，然后今天就演了。所以这是一种炫耀。不是，现在最流行的凡尔赛。谢谢学姐指教。老凡尔赛。美琪学姐她是真的特别厉害，就是3个小时就把这个舞蹈完完全全的合下来，然后就直接上台了。对，她上一秒还是跟老师，老师这个动作我怎么跳，老师这样，哦这样吗？一下子就变了。对，然后整个人坐在那里就会看傻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直坐在那里。然后我就想了一句话，我说学姐是台下时时刻刻保持幽默，台上每时每刻用实力让你沉默。哦哦，我喜欢她。对，谢谢谢谢。我的天哪，不要再夸。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里也是我的家，所以你们也是我的家人。回家。对，好，夸夸卡，你想选哪位老师？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，我们选周深老师。来，请抽一张。对我善良一点。啊什么什么什么？这个不好吗？对，不好，换一个。来来，好 ，OK。好好奇啊，那是什么？直接上你挑吧，直接翻过来选吧。没有啊。你要什么？我马上去写。你没有的话，你这样你就说出你心中的那张卡。你说，你说，我说。申哥，你觉得我们节目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们节目很酷。那就用舞蹈证明给我们看吧。未来，有两下的远说。这不是夸夸卡吗？怎么会抽到一张惩罚卡？教你跳我们的动作。OK OK， 来，五六七走。没有追随着光扑火。我的天哪，好可爱。没有打不破的规则。好，我的眼睛学会了，我试一下啊。走。你们真的跳得不错。哇！哦。今天还唱得也非常的不错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我觉得我对你的舞蹈很满意，但对你的唱非常失望。我也没想到，我对我的唱也很失望。谢谢。谢谢申哥。好，其他两位老师，静姐、楠楠，一整个团我都喜欢，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很强。你看张新瑶，张新瑶今天你有几个动作吓到我，你跟这种强强队在一起，你简直就是升华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吴海真的，你和博远是有渊源的，对不对？谢谢。我跟博远就是，我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舞台上遇到他。然后我们在上海，然后他有经常来上我的课，对，我有去办卡。博远是吴海的学生，对，每次抢他的课要靠预约，大家应该知道。我也是吴海哥的学生。我觉得特别奇妙，这个舞台就是我来到这里，我碰到了博远，我碰到了林默，然后我又碰到了可以成为我老师的赞多和力丸。这里祖孙三代啊，感觉。
然后我很开心，我记得我一公的时候有个愿望，我说如果我能越往越后，我要跟博远、力丸、赞多完成一个舞台，我三公的时候都做到了。哇，太棒了，真的太优秀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没什么好讲的，真的恭喜你们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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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特别喜欢今天的表演，然后博远的 vocal 很好，因为这歌我个人感觉不好唱吧，卡在换声点上。对对对对，男生换声点上，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下了不少功夫的。刘宇，我觉得今天有两点让我挺吃惊的。第一点是有一段真假混声三个的转换，是吗？对，那一段真的很出彩。还有一个就是舞风，刘宇特别好的是把中国舞的范儿加在了流行舞里面，显得那个流行舞的动作更大更柔顺，所以今天这个是比较吃惊的地方。然后阿姆，你的舞台表现力太好了，然后你的舞蹈也真的进步了很多，所以希望你能